虽然我不会玩德莱文，但是我们有游戏基础啊，有天赋，所以耍起来肯定也不会那么菜就是了。Q 还是要学的，不学 Q 那是开玩笑。德莱文击杀非英雄单位或防御塔，获得一层，并且在不接丢一把斧的前提下，连杀六个小兵，又获得两层。好，这个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这把我们打的是安妮，有点难。他的这个旋转飞斧。额外造成49点攻击，兄弟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中单啊！全军出击！兄弟，别闹！啊，他是打野。咱们来多撑撑我几局。两兄弟走下路，飞斧。飞斧，哎，舒服。有些地方，有些德莱文要见。我斧子呢？这要被装了，我知道我要被抓，但我不想走，因为我头铁。现在要表演的是如何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赶快走，不然我还要被抓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捡斧子就很烦。睿智呀！照死抓，愣头青。我想把他勾引到塔里面，知道吗？所以我才没放E。真的是愣头青，盲山烙铁头。
睿智还要来，睿智没来了，算了，我走了。这个露露还要来，47刀。斧头在手，他应该要回来。不回。我很危险，咱们上吧。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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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的危险。哟，没有甩到他，算了，这波没有战斗力了。不会吧？我有蓝，他死了。露露来了，我知道，我勾引他。哎呀，这伤害我真的是服了。保住攻，漂亮，愣头青，我就没闪，我勾引他的，我就故意勾引他的。别，有点针对我。算了，我走了，我没闪现，一个头吃不到，我的赏金要刷呀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烙铁头在我旁边，在上路，我看到了。等他把眩晕放了，我能秒他。
老铁都来了，我看到了，我走了。抓不到吧？靠这个东西，这叫什么？天赋异禀，不得不承认。心流出啊！我走到哪儿，血就流到哪儿。溜溜球，天赋异禀。这是天赋吧？走滑步，双杀。好，来。哟嘿，斧子全跌，五斧大字马。现在要表演的是如何走位，这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来，先搞一波。一个没死。Shut down. 慢点。伤害不够，没装备。很难受。全残血。哎呀，很烦，这波没有收割起来，难受哇。我把这个塔吃了。
Enemy rampage. Enemy killing spree. YOLO。就还可以，要去杀点什么，好，红蓝 buff 我要了，来，他被我拦住了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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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这个算什么？恕我直言，这波该吃，有被动嘛，对吧？再要他自己闪过来的，并不是恶意 K 头。捞的都不行啊，哎，交了所有的技能向我击塔，我靠，一个杀不掉啊，哎，可以，这还行，夺萃之镰，硬追，硬追，捞的淌口水，还要追，还要追，你恐怕以为你能打过我，我恐怕你再跳过来你就死了，你跳过来你就死了，一跳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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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哟，没杀掉，我操！我直接出无尽，暴力一点，来团一波，我来了，知道什么叫秀了啊，
爆弹。强啊！来来来，团高血，团高血，来来来来。知道什么叫连招了？心里有数了？上兄弟，别怕，不怂你玩什么呀？太怂了！哎呀，就这么让个高级，太怂了。哎呀，这控制我动不了啊！这连环控我动不起来，投降不是我的风格。抢一波，他们要出问题，等我复活收割，感觉能收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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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